中天电视与玄奘大学签署就业学成产业合作备忘录，这也是中天电视往校园扎根的第一所学校，盼望培育优秀人才。很高兴能够跟玄奘大学一起来做这所谓的产学合作，我们希望啊从里面发掘出一些。 有潜力，而且呢有企图心，希望自己在传播领域可以有更好发展的同学呢来加入我们的整个改革的行动。中天电视台未来将为学生们安排课表实习，包括摄影、剪接课程，或是文字记者撰稿的课程，也将采用学分制度，让学生以修学分的方式，实质进入电视台实习。而表现优异者还可以争取到未来毕业后优先录取的就业机会。如果电视台这边觉得还是很优秀，也很经得起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磨练，它就可以留下来了。我想这样子从课程一直到实习到产业的就业，是我们这个课程最主要要设计的一个理念了。谢谢媒体产业联手校园，希望为台湾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媒体从业人员。记者王淑明、李亚怡台北采访报道。